嗜好。哎，我犯错就改，改完再犯。哎呦我的妈！太多太多突然的诱惑，总是让人动心。太多太多未知的结果，总是让人疑问。回想童年天真的时候，真是让人开心。这十八街又飞得伤心。哎，我挺不容易的。到底是原唱，到底是原唱，滴答滴答下雨了。哇，这高丽已经伤心了十五年了，终于有了伤心的接班人八戒永飞。下十五年，请你把伤心带走啊。好，今天我老朱就把我的爱情放你这儿啊。过了七号，我老朱再来泡，不是，我七号过来，我再来看你啊。有人再来泡猪耳朵是吗？他知道我喜欢吃猪耳朵，所以要泡点猪耳朵，然后剁不剁，拌个凉菜可以，没问题啊。凉拌猪可以，可以。老师，还有艾米老师、钱钱老师，还有高丽老师，真好真好。哎，那我走了。艾米尔老师，我们可以等互关吗？可以。哦，好，我们互相关注一下。哎呀，大家也都去给啊喜欢浅浅跳舞的去点个关注啊，给我们八戒哥，然后点个关注。其实八戒才能是非常多的，他吹拉弹唱，其实他除了就是会。就是带动直播间这个氛围以外，其实他是个特别有才华的一个男生。还是谢谢你把欢乐留给我们。哎，高丽老师懂我，我人家就害羞了，我走了啊。有人得关注他们啊。拜拜，一路长虹啊。哦，谢谢高丽老师，再见。拜拜，谢谢。真好，他们看着都把我的心都读懂了，还说我长得丑，我老朱身后有多少明星啊，你不信下一组再找几个小娘子，不能说小娘子了，明星。哎呦我的妈。哎，人家小心弄个第四第很厉害。咱们都低调多了，都不怎么喊了，就让粉丝们一起涨就行，看不喊看能有又一万大军呀、啊！哎，感谢你们给我老朱点的关注，嗨，这不得好起来了吗？啊！我平时我可挺稳的，哎，只不过有些妖怪老是调戏我，调戏我，我就有的时候我就挺烦。谁呀、啊？这八戒啊？哦。八戒，哎呦，大家好好说话啊，谢谢。陈星老师好。哎呦，八戒，该死，你最近去哪了呀？啊，你不陪师父西天取经，你在此作甚？取经那活你一个人去就行了，我还得在抖音里找我的幸福呢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为了幸福，他师傅都不要了。感谢听我说话啊，谢谢啊。你看沙师弟给你混的头发毛都没了，你看看。是不对呀、啊，这沙师弟在北京操心的没。我告诉你啊，没饭吃。这个吴静啊，他是个好男人。任劳任怨啊，只顾挑担子挑行李、啊、对，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啊、你看你个八戒是不是有伺候还要去找幸福是不是、对吧师父，你有所不知呀，自从二徒弟我来到抖音就没有睡好过一天，天天做梦。海王是吧？是不是因为抖音的娘子太多是吧？啊，把你的魂都给勾跑了是吧？哎，你看流口水，你看，哎呀，这八戒啊，说实话，说八戒，你这是贼心不改，野心勃勃。哎呀，师傅。
抖音呢不好混，不会唱歌都不喜欢我。今天我老公想来老师我师傅这讨教几首歌曲我学学，我去留着泡妞啊。我不是不是我留着不是不是不是我留着交流啊。哎呀兄弟们啊，从来就没听说八戒会唱歌啊，他还要学歌，学完以后想去找几位娘子是吧。哎呀真是想得太美了啊。那李楠是乃此作圣，你是要打我吗？啊，咱们师徒俩就别说打了，娱乐切磋得了。哦，就想亲爱亲爱一下是吧？OK， 是吧？好多粉丝都说来你来抖音，他们都不信，我带他们来认识认识老师。啊，是我告诉你啊，连八戒都过来，我有什么不过来的啊？八戒那可是天蓬元帅呀，厉害！对对对。大家都认识啊，这个老师呢，陈勋老师呢，和别的歌手对是不一样的，兄弟们，大伙都听他的歌长大的，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，兄弟们，咱们这个听老师唱歌，老师您说，咱们是玩还是唱歌？可以玩吧，然后玩完以后呢，如果你输了，八戒，那我可不客气啊，让你唱首歌，行不行？那我要赢了，你不会，我要赢了。如果我，如果我输了，我唱一首歌没问题。我今天准备唱十首，但是啊，已经唱了三首。但是我老朱有。